云鹏生日祝福翻车，德云社引争议，网友都是设计好的。岳云鹏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37岁生日快乐的动态，引起了网友的热议，很多人纷纷留言表示祝贺岳云鹏生日快乐。除了网友的祝福，也少不了德云社众弟子的祝福。对于德云社弟子的生日祝福，岳云鹏也是一一进行回复。但栾云平的回复“好兄弟，咱是德云社左膀右臂”却引起了网友的讨论，很多人表示这是在表明自己在德云社的地位很重要吗？对于所谓的给岳云鹏生日祝福翻车这件事，有网友给出了自己的看法，并且表示这都是设计好的，认真就输了。岳云鹏在各种节目中的优秀表现，让很多观众喜欢上了这位相声演员，增加了对德云社的关注。由此看来，岳云鹏在德云社的地位还是很重要的。